资深艺人王夏慧在社交网站发文宣布离开香港，会先到台湾，然后转机去美国，希望大众不要挂住他，因为我只是一个传说，传说总会过去，不要迷恋我。王夏慧希望大众可以做到故事中的主角，将这个传说发光发亮。他又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没能力的就暂时忍耐，相信有一日不断磨练及改进下，都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物。